嗨，大家好，我是陆蒋。那现在呢，我在生产的医院已经安全的生下小孩了，真的是太感动了。现在回去看出生的影片，都还是很想哭，很感动。然后大家看我现在眼睛有一点泡泡的，因为昨天一直想小孩子的事情，然后又一直看那个生产的影片，然后就太感动，就妈妈泪腺很发达，就一直哭一直哭。就今天早上眼睛就超肿的，应该到下午就会消肿了吧。那我生产完之后，现在在医院住院，那差不多会住个5天就会出院了。那想说可以拍一下日本的私立产院一天怎么过的。那现在早上8点，早餐已经送过来了。当初选这家产院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非常的好吃，所以我真的很期待。然后现在吃呢也真的都是非常的满意。今天的早餐是洋食，有牛奶、玉米浓汤，还有焗烤吐司跟红茶。我们文当下去冲澡，这家产院他的房间只有提供妈妈的早午晚餐，所以文当都在外面吃。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刚生产完第一天呢，他们就是让我在房间休息，然后从第二天开始母婴同室。但是如果还是想要更好的休息，不想要母婴同室的话，也可以请他们带宝宝。那今天他们会来教我一些母乳的喂养知识，还有换尿布，还有怎么抱宝宝。其实我觉得每天都还蛮忙的，很多事情要做。焗烤吐司，好好吃哦。其实口味还蛮重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蛮重口味的人，所以吃得很开心。好，现在吃完早餐了之后呢，我就会要吃药，还有吃软磷脂。那吃药的部分呢，因为在生产的时候他们有帮我剪会阴，所以他们就有开抗生素还有止痛药跟软便剂给我。抗生素呢是每餐吃完吃，痛药是6个小时间隔吃一次。我吃药之后呢，都有设闹钟让我自己不要忘记。其实现在生产完都还觉得好像一场梦，因为这家医院把小孩要拉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叫老公从后面把我推起来，让我好好的看小孩从下面拉出来的样子。一拉出来，然后小孩就开始哭的那个瞬间，我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这样生了一个孩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现在我们要在房间学怎么帮小孩换尿布。おむつ交換ですね。ちょっと揉んであげるとフィット感が良くて肌心地がいいみたいなので。はい、じゃあ次は抱っこです。はい。まず首とお尻を持っていただいて自分に近づけます。首支えて自分に引き寄せる感じで、戻すときはお尻から置いてあげて、頭大切に両方で置いてあげます。はい、よくできました。お腹の中にいる時には全ての欲求をお母さんが満たしてくれてました。赤ちゃんはだけどこの世に出てきたら一人なんですよ。泣くしか赤ちゃんできないの で泣いた理由っていうのは様々あって、29年目で産婦人科やってるけど、なんで泣いてるんだっていまだに分かりません。だからとりあえず泣いたら抱っこ、お乳をそがしてたらおっぱいをあげてくれます。ミルクは時間が決まっているので、おっぱいはいつあげてもいいんです。でおむつをしてたらおむつ交換、おむつ交換が下手くそ、授乳が下手くそ、抱っこも下手くそで全く OK です。育児ってもう抱っことかおむつはやれば慣れます。出産をして1週間は我が子が可愛いって愛おしいって思うだけで十分なんで、無理に育児を早く上手になろうと思わなくて大丈夫なんでね。文旦现在在练习打胎格。で出なかったら自分にくっつける。軽くト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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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した。ここどこって
完全に目覚めたね、こっち。这里是哪里呢？你是谁？我是モチ。目標しといきます。頑張って、覚えていきます。爸爸加油。加油。爸爸要多帮爸爸洗澡ね。ルーちゃんもね。うん。行こう。Let's go。嗨，大家，那刚才上完一堆指导，我现在要吃午餐了。宝宝也已经来到我们房间了，好可爱。那英真的是看不腻耶。日文有一个词啊，叫做“欧亚巴嘎”，就是爸妈看自己的小孩怎么看都觉得很可爱。我跟文当就整个就变成欧亚巴嘎了。那因为文当有事，他先出去一下，所以现在就是我一个人享受午餐的时间。今天的午餐是何时？噔噔，和新生儿一起度过的时间好快啊！新生儿真的是一直在睡觉。这家产院呢，每个住宿都有附一个足部按摩，所以我等下就要去享受足部按摩。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把宝宝放到婴儿室，然后足部按摩结束之后呢，又可以看他了。其实出社会之后还蛮少有这种很安静、很安静的时光。按摩超舒服，因为跟大家说他们说是脚部按摩，我本来以为就是一直坐着让他们按，结果没想到居然是可以躺在床上。其实时间不长，只有25分钟，但是我觉得心灵超满足。这个附赠的脚部按摩不是每个房型都有的，我记得只有4个房型有，真的太棒了，大放松。而且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就是怀孕之后就有点做好心理准备，以后应该会很难去一些关于美容的东西，以前的日常变成非日常嘛，就会觉得特别感动感谢。那刚才按摩完之后呢，我就把宝宝接回来了。宝宝的眼睛在试着努力的张开，他眼睛都还没有张全开，好可爱哟。现在是每3个小时喂一次奶，然后目前是母乳跟配方奶混喂，因为我的母乳还没有出来的这么多。刚才我跟我妹妹讲电话，我妹妹就说啊，我都自己带她，这样子的话住的产院很浪费，因为产院其实可以放婴儿室，可是就真的是因为第一胎吧，我真的舍不得放婴儿室，就想一直放在自己旁边，就觉得她好可爱哦。这家产院的下午茶都超好吃，他们下午茶也是洋式跟和式，洋式就是蛋糕，和式就是一些日式的小点心。我们文当回来了。先上来了，阿里嘎多。我们文章买了什么？我们吃也想吃吗？啊！好きなもの食べていい。え、なんか全部好き。文章も全部好きだからね。でもどうちゃん今日はアフタヌーンティー、ティラミスだから。じゃあ俺ティラミス食べようか。でも食べたい、半分食べたい。マキ。パパ回来了。今日はいっぱい飲んだったって偉いじゃん。どんどん成長しなよ。チョコチップみたいなやつ気にしてる。餅も食べたいんだ。餅まだダメだよ。あら、あらららららなんてやつだ。好可愛よ。想像しにくいね、こんなでかい生き物私の中にいたのは。そうだね。びっくりしたよ、出るときに。でかいなと思って。新生児はずっと寝てるね。寝るのが仕事だ。自民とは自尊。ん？
今天的晚餐呢，吃唐扬鸡定食。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餐点都很好吃，因为就是非常的丰富。像晚餐除了有唐扬鸡之外，还有关东煮、苹果跟小菜，还有茶。大家看我们文当现在躺在后面，还有宝宝也在后面。因为他们没有付文当餐的关系，所以文当都会去外面买或去外面吃。然后文当就还买了很多零食，说我们两个晚上可以自己开个小 party。那我就开动了。いただきます。有一些我真的不喜欢吃的食材，就会留给文当吃。也真感谢文当帮我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嫩音真的很神奇，每天看他的脸好像都长得不太一样。要哭了，是不是因为我把影片在吵？那我要安静一点吃饭了。等一下来跟大家聊天，因为我吃完饭之后，跟文当就会把宝宝送到婴儿室去，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间。那就先跟大家说。刚才又喂完一次奶，换一次尿布。那现在马吉在后面睡觉，我跟文当就会趁这个时候来处理一下我们两个的工作。虽然他是现在在育儿休假，但他还是会确认一下公司的进度。我跟文当现在要把宝宝送到婴儿室。然后这一天就要结束了，就洗个澡，准备睡觉。今日はね、新鮮ものいろいろやってたんで、餅とね、なかなかね、触れ合うことができなくて、こうね、寂しかったんですよね。对，所以文当就是一回来，他就一直想要跟餅玩。一緒にいるだけでなんか幸せなのよ。そう、私もずっと今日抱っこしてて、すごい幸せ。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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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顔見てるだけでも幸せ。いや、本当ね、抱っこするとすごいね。ドキドキしちゃうね。日に日になんか顔が変わってってるのがまた面白い。我朋友也都跟我说，小婴儿每天脸都会变，然后现在看是真的哎，每天都会有点改变。我们在产院几乎每天都这样度过，就他们会安排一些课程给我们上，然后就吃饭、休息、顾宝宝，就真的是出社会之后很少有这样的经验。我也很开心，文当请育婴假，就跟我一起在这里陪伴我生产，然后一起经历这个很棒的产假。やっぱ最初のうちはね、これも育児にいろいろね、勉強がてら。や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ごいいい経験になりましたね。那谢谢大家看这一支影片，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可爱的マチ。餅を起こさないようにな。なんかルーちゃんの寝相に似てるな。可愛い。餅くん、大家说拜拜，大家再见。拜拜。不要吵我睡觉了。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う。